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炫目币。萱萱，今天我们要吃什么？庆祝爸爸生日。爸爸的生日不是已经庆祝过了吗？妈咪请了，所以也是吧。为什么又要庆祝过？因为妈咪讲呀，他那个旅行好像是我的生日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要跟爸爸庆祝生日哦。然后我们要颜色。欢迎来到我的炫目币。我们三号路三块钱的呢，猫粮。知道我们要去吃东西啊，爸爸，你要吃什么？金咖喱。OK。现在在点餐。今天要吃什么？汤来了，萱萱要喝哪一个 ？OK。爸爸喜欢吃港式的套餐的。哎，吃完了。哦，来了，这个是谁的？OK， 老婆你吃一点呐、啊。OK， 萱萱的也来了，萱萱。No. 少了。我要等一下给他，不要吃。嗯。我要吃哪里？哎，是你的，也不可以这样子的嘿。爸爸的也来了，继续滚板。三。哎，萱萱，你教这个没？这是谁教的？啊，这么欢吃给你吃。妈妈，你变成吃这个，不喜欢。我们吃完了，吃完了，我们要做什么？爸爸的礼物。然后爸爸的礼物要怎样买呢？噔，又带有我们的乌诺卡了，有一二三 ，OK。那爸爸要抽啊，抽多少份就可以买多少份礼物哦。来，先。你先洗一下，洗一下牌。喂，要多久 ？OK。三年了。中间二。爸爸可以选两份礼物，可以去任何一间店买两份礼物喽。任何、啊。哼。我一打电是第一天的。啊，昨天的天。你 personal use 的 OK。爸爸首先进来 Uniqlo 咯，是他最喜欢的那个衣服品牌之一。爸爸看中这样子的衣服。爸爸说他要买 S， 那你可能？你知道吗？他决定要穿这两天。要酷。要买裤啊！还是你要低？有人穿我是讲说可以买两个礼物，不是讲一间店可以买到完呢。爸爸已经选好裤和衣服了，他现在要去 try 了。啊，在爸爸 try 的时候，我们也顺便看看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进来吗？OK， 爸爸决定要穿这件哦。这是衣服的灰色。是你要买两件，妈咪买给你啦，整 set 啦，三件呐。要买一整件嘛。嗯，够你的头。不是两个猫。OK 啦，难得。OK 啦，难得爸爸喜欢。现在妈咪在付钱，地方已经买好了。爸爸有一点过分，买了三件衣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买第二份礼物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，不是选爸爸的礼物吗？啊，怎么回事？这个怎么回事？啊，爸爸生日还是你的生日？爸爸找不到了第二份礼物，我们下个星期再找。OK。
绍宝宝先，今天我们已经到家了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好，跟大家讲拜拜啦，拜拜，欢迎到下面请坐，拜拜。OK， 妈咪欠爸爸的第二份礼物，那今天就买到了。OK， 这一个。